大中华新闻一连串的庆祝五日节活动，好比南田里南元宫庆祝新农大地圣诞千秋，准备丰富的奖品，和信众来团拜接收。庙方哦，讲嘛来号召义工做伙来白肉粽、煮烧酒粿，气氛是热烈个隆重。好比南田的南元宫庆祝新农大地圣诞千秋，也提前举办欢庆五日节活动。信众义工自透早就聚集伫庙埕，非常无闲，有的煮鸡酒，有的白肉粽，热热滚滚。良辰吉时，信众做伙夜香团拜，祈求五谷丰收，阖家平安。在游宫哦，大家拢过安来到这个老热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阮肉粽包真多，啊，希望大家来得通好来参拜吼，啊，而且咧，阮遮吼来传香咧咯，传水果来拜咧，哎，拢过有对这个米，啊，甲树头树米安尼。有姜嘛来庆贺，做回老的展现深厚的情谊。安尼吼，大家所有规庄的人拢出来吼，伫遮咧白色素粽啊，吼，地方平安，啊，非常好，吼，啊是。来遮有求必应，哦，感恩。啊嘛，祝咱大家拢一切吼，今年拢一切拢平安顺遂吼。啊，咱这神农大帝吼的保佑之下，大家拢五谷丰收，阿弥陀佛。里长陈淑美表示，南元宫每年拢有举办庆端午活动，愈办愈热闹，真欢迎民众有闲来参香，福地老爷甲神农大帝拢会祝福平安。啊，爸爸长了吼，啊，咱的议员吼，啊，咱足侪信徒的吼，啊，拢来遮参悟吼，啊，咱热热滚滚吼，其实咱这每一年拢有咧办啦吼。啊，愈办愈热闹啦吼！啊，希望吼，大家吼，即个神农大帝来咱的土地公庙啊吼，拢做灵感的吼。有只经过吼，啊，稍作停歇一下，停留一下哈，来甲阮参拜吼。哎，比如咱的五谷丰收啦吼，啊，财源滚滚啦。南门宫准备丰富食材白肉粽，今年数量超过2000粒，分送信众义工义外嘛做爱心，欢庆五日节嘛展现自身信用的价值。大中华新闻，南门新河美采访报道。